九月的。它跟以前长得完全不一样。这个还没有摸到它，就是实木。为什么？我一直以为你已经单飞在自己住的地方。OK， 好，那今天应该算是九月的，就是最后一周。那目前的，今天我去一趟公司，因为我们公司现在正在整修办公室，然后明天就会正式的开箱了。但是我今天有点事情，所以我就打算先过去看一下我今天的 OOTD， 这是一件伪装成长裙的裤子。然后上衣是 Nicole N， 然后帽子我有点忘记它是哪一家了。然后 The Puzzle， 我今天要带去的东西可多了，我要带我自己的电脑，然后要还给公司的电脑，还有这个是帮同事买的衣服，非常大一坨。体温正常。是我们新公司会有升降组，这是高级的配备。可以说我也要一个升降组。他等下直接申请，直接申请来台湾公司吗？可以的。欸，真的很棒耶！现在的工作刚刚好。这个是我们的法务 Esther， 跟大家 say hi 一下。嗨。这是娱乐。我的天哪！娱乐为主题，边开会边玩 Facebook。这边是 Classroom， 哦，就是比较知识型的部分。对，所以摆的书都是知识类型的书，好可爱哦，高度学习力。然后这边是 Chatting Room， 他们说那个是比较日系的设计，好可爱哦。对，然后那边是，茶水间也变高级了。然后这边是，如果要通话的话，讲电话的话，可以那边去。人家那种小的那种 KTV 的感觉。你自己在里面热唱，哎，它其实里面隔音算不错，哎，真的。那你要不要进去唱一下歌？你先唱。这边有一个中岛的工作区，然后哇，居然还有食物、饮料，我们有酒柜是吗？到时候这边会是一个酒柜，然后会有这个。就是平常上班也可以喝酒，你想要喝也可以，你香港可以弄一个酒柜。Both called it from the beginning.遇到谁？猜猜我是谁？有很难猜吗？欸，我今天被莎莎称赞说我今天很漂亮。真的，她跟以前长得完全不一样。我该感到开心还是不开心？开心啊！而且你怎么会这个角度拍片啊？这是最丑的角度，啊，我们就是要追求一个自然，好不好？哎呦，歪的我，歪过。香港的朋友们，我是艾丽莎。她刚跟我说她要转去香港发展了。好多好多的水果，这也是新的吗？这个包，它全身上下都是新的，啊，这鞋子也是新的，这个也是新的，这个也是新的，这个好像有点嫩，对，帮他码一下啊。对，然后旁边是 Violet。哎，你每次看到我的镜头都是这个表情。对啊，你可以笑一下吗？一二三，这样笑我看得出来是在笑吗？因为这一条就是我现在加上的这些条纹，其实在如果有过合约的话，我通常都会加到合约里面。对，所以
其实我需要合并吗？我其实觉得可以合并。今天的晚餐非常之丰盛，原来我还要自己煮汤的，先来弄个饭好了。我们家好像自助餐哦，请自取，想吃什么就拿什么。一天，希望可以快点结束。口罩 ，Let's go。解释一下是要干嘛？今天我们公司新装潢好，就邀请大家一起回来。这所有都是我们的营运总监设计的。还有 PP 魂呢，对对对，口罩，真的。那个你们有空就去外面拿任务纸跟口罩。今天一人，我每个人都要带那。什么话说？就是我们公司新装潢好，换了新桌子了，但是原本桌子问题还是没有改变呐、啊。什么问题？就是写字会噼里啪啦的、啊，为什么都换新桌子，不给我一个平滑的桌面？为什么？哎、欸，我真的一阵疑惑哎、欸。我们有多久没有见啊？是不是有一年？两年？两年？哦，有两年这么久。我上次见你是我去香港吗？应该是哦，好像是、哦，应该是我去香港，我就只有见过弟妹了。那应该是2018年呢、欸。我很想让大家看一下你刚刚看到我的那个表情，那个脸是这样。来，一二三，重现。而且他一直以为我离职了，是不是？我一直以为你已经单飞在自己做 YouTube， 然后你知道就不管 Facebook 像我一样。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我们可以再商讨，可以再商讨。对对对，反正老板应该不会看到，老板不会看的。对对对对，那我再请教你，毕竟你是 YouTube 的地下理事长。对对对对，你要怎么样单飞出来？对不对？你这个职涯要怎么样规划？帮你安排啊。对对对对对 ，Run 会杀掉 ，Run 会杀掉。Told my 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d us. Bad ended with life when I say shit. 好，今天是我们 Press Play 的办公室开箱日。那走进来到现在，你有被 wow 的感觉的，请帮我举手一下好吗？耶、yeah, ，好，谢谢大家，谢谢。我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就是报仇仪式。Sing the song, I'll do the dance. You take
take the lead, I'll take your hand. Foxtrotter, cha-cha, rumba or salsa, whichever rhythm you choose, I'm following you. Sashay and shimmy around the room. Fall on to me, slip into you. Body twists and turns, got my vision blurred, and now my mind's in a whirl. Keep on spinning me around, girl. My troubles and worries are magically fade. 把球放在你的右手下，然后两位的背都会轻轻的把它往后躺下，像在靠墙壁的感觉。然后右边的大腿和身体的弯曲，把球往外送出去。好，同时左边的屁股还是往下。收到一个包裹，这是我前阵子订的一些 accessories。UPS， 我这次是在一个叫做 Fidoma 还是 Fidoma 的、品牌，东西是品牌寄来给我体验的，但是这不是合作。对，纯正线刚好收到了嘛，然后大家好像对于饰品类的东西也蛮感兴趣的。我在网络上面看了之后，我觉得他们家的饰品还蛮对我的胃的，就是设计啊、质感上面。然后它就是长这样子。我之后可能会再拍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饰品的影片。嗯，好可爱。他说 ，Damn, they look good on you。这个 ，OK。哇，好多质感。里面有两盒。我决定要来跟大家讲我到底订了什么，因为我其实自己有点忘记。哦、oh, ，by the way， 我今天全身都是 Uniqlo 的。噔噔噔噔噔。哦，这个戒指叫做 Breakfast Ring， 然后它是 14K Solid Gold。嗯，大家看，这样，哦，蛮可爱的耶。所以这个是可以就是日常随意佩戴的一个首饰。蛮有质感的。然后这个呢叫做 Diane Curry Fleur Earrings， 它应该算是一个联名款。它的设计是这样子，不规则的小花，然后上面有小珍珠。给大家看一下，戴起来是长这样。然后这条项链跟我的耳环是一组的，它也是这个不规则的花花。这条是品牌另外寄给我的，但我不是很确定它的名字是什么。最后是这个，就是珍珠的项链，这个我就不特别佩戴了。不过这个感觉，如果穿的 lady 一点戴的话，就蛮好看的。因为我其实平常很少买就是纯珍珠的东西，就是我很怕我自己驾驭不了。对，但是有这样子一条，以后搭配上面就比较多元了。刚好像有点太亮了，简单聊一下好了。其实回台湾的日子真的比想象中还要悠闲蛮多的，然后就也很充实，虽然悠闲也很充实。回家的时候我就真的有
take some time， 然后真的有让自己休息一下，我觉得是蛮好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认为啦，但是至少我自己在拍我在剪的时候，我会觉得哇，这个步调好像真的变得比较慢，然后我可能也比较少讲话或是怎么样，其实都是生活，只是说可能回台湾就比较珍惜这段时间，出门会比较想啊把时间留给可能跟家人跟朋友，就不会特别拿相机出来拍。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啊，影片的内容好像变得比较没有那么丰富啊，比较无聊啊，或者什么，就至少我自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我怕大家会觉得，哎，这样子的变化是无聊，你知道吗？就是反正这个频道我们要求是什么，就是真实嘛。某方面来说，也是大家跟着我经历了就是不同的阶段，然后不同的环境，然后有造就了什么样子的影响，这点其实也还蛮有趣的，对哦。上次在直播有跟大家讲，但是好像还没有在影片里面跟大家说，就是这个。这个是来自 Pressplay 的礼物，后面有写 Pressplay 的 logo 跟我的名字，然后这个是他们就是今年嘛，就是我们公司最近给我们的算小礼物吧，就是一个就是实木的那个积木，所以你看像我三年了就会有一二三这样子，然后之后有来了更多年，然后就有更多不同的形状，就有点像魔术方块的感觉，应该是这样了。虽然我也不知道我会待到几年，但是觉得这三年的收获还是很多的，就当然中间有很多要克服的东西跟要磨合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蛮感谢在过去三年里面发生的所有事情，其实都真的让我成长很多。哇天啊，真的是好肉麻哦，哎，好，大概是这样子，下次影片见吧，拜拜。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th.